大家好哦，今天来介绍这个花莲光复哈、哦、马活社区的大笔农地梁甲多，面积总共是7611.32坪，一般农业区的农牧用地啊、哦，这个地很大哦，那个上面种植那个落羽松，还有其他的优良的树种哦，看起来绿油油的哦，树荫也很凉哦，面积也很大。这个地哈、哦，如果真的要分割的话，可以分割成10笔土地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土地的尺寸哈、哦，它的尺寸零路面宽是139米哦，最深到186米哦，左边的那个地哈、哦、是农田，我们这个土地中间哦有一个天然涌泉哦，这我标示这个地方哦，然后那个土地哈、哦、的路往右手边走的话是台九神道哦，往东边走的话是193的公路。啊，这是现场哦，我带大家下去看一下哦，现场实况看一下。这个落羽松哦，都种得很大棵了哦，也有树荫，蛮凉的哦。这个没有树的农地哦，你就知道夏天的痛苦啊哦。有树啊，你就知影有树啊的好处。哦，这四个链灯拢是种树啊，这多秋坪这都是涌泉哦，这个鼻啊。这鼻仔的水吼、哦、是地下水家己闻出来的，光复这的地下水吼、哦，盖有名拉索爱涌泉哦，唔知影人会使去 Google 一下。这树啊卡吼，真正真凉，这土地真宽。啊、哦，我无惊隆重啦，我都大概行者，大概看者这现场吼、哦，这土地拢盖平啊，大路平管啊。这拢免囤土的土地，这排水沟吼，排去外口的大路边吼，排水拢盖完善。哦，咱这个土地去到台九省道大约4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咱若去到193公路，大约是2分钟。哦，咱的土地起个光复火车站大约是11分。哦，那些3000里拢伫光复车站家，家有一个大卖场，正一综合大卖场，也有光丰生鲜超市，哦，全联福利中心，还有统冠联合超级市场，哦，有 7-Eleven， 有 Family Mart 全家，有邮局。还有光丰农会信用部，哦，这个是传统市场，买东西都非常的方便。
以上的介绍哦，如果您满意的话哦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的房地产都会及时更新哦，上架。我是永庆不动产林义伟，我的电话是0932199179，欢迎您的来电哦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带你来看地，谢谢。